曾经的竞技太极拳全国冠军和世界冠军。退役后，他成为北京理工大学的一位教师，开始了全新的太极拳生涯。怀揣着对太极拳运动的热爱，他踏上了寻访传统太极拳的不寻常之路。让我们跟随他一起拜访名家，切磋武艺，去认识一下真正的纯粹的太极拳吧。25年的运动员生涯，使太极拳变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。和所有练习者一样，每天都会打一打，想一想。而每一个时期，甚至每一遍行拳之后，都会产生新的感受。这就是太极拳的魅力吧。这一次拜访传统太极拳名家，是我多年以来的心愿。我深信，太极拳的精髓就在民间。陈家沟坐落在太行山东麓，河南焦作温县城东的清风岭上，因一位奇人而为世人所知。但这个人并不姓陈，他的名字叫杨露禅。杨露禅在陈家沟学成了一种精妙的技击术，随后把他带到了北京，在擂台上打遍了京城无敌手，人称杨无敌。人们被他这种高深莫测的击打方式深深的吸引。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先生观其武艺后大加赞赏，杨进退神速，虚实莫测，身似猿猴，手如运球，有太极浑圆一体也。这就是太极拳。数百年来，无数人在习练着太极拳，代代相传，绵延不绝，成为全世界传播最为广泛的中国武术拳种。在太极拳发展的历程中，诞生了不同的流派，他们自成一家，各有所长。当今陈氏、杨氏、何氏、吴氏、武氏、孙氏六大流派流传最广。那么这六式太极拳又是如何形成？他们各自又有着怎样的特点呢？河南温县陈家沟人陈王庭，依据祖传之拳术，研究了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拳经和多种内家拳术，结合医学的经络理论和儒家道家共尊的太极阴阳学说，创造了陈氏太极拳和双人推手的练法。第一个特点，运动缠绕螺旋，缠丝劲。什么的缠丝劲呢？用缠丝的方法练出来的劲叫缠丝劲。缠绕螺旋这个运动方式算一个特点。第二个特点，快慢相间，圆慢，圆到方式快，圆活的动作，轻柔的动作，到发劲的时候就变方，发劲的时候快。第三点，它保留了穿蹦跳摇、腾挪闪战。第四点，还有第一路柔和缠绕的动作为主。那么当建立了这个运动体系之后，连炮锤、穿蹦跳摇、腾挪闪战，快比少林拳还要快。河北永年广府人杨露禅，师承陈家沟一代宗师陈长兴，
深得陈氏太极拳的精髓。一成后到京城教学，逐步形成了姿势舒展大方、速度缓匀、刚柔内涵、轻沉兼有的特点，创杨氏太极拳。那么杨氏太极拳的手型就非常特殊了，我们平常把它称之为自然掌型，也就是说虎口自然撑圆，掌心内涵，五指自然漏缝分开，掌指的第一个指关节，我们就是说手指肚要在同一个平面，并且掌心要富有弹性。杨氏太极拳的步型最大的特点，它是丁八步的步型，后脚是在45度角的方向上，而我前脚是正前方，形成了丁步的一半和八步的一半的结合，这是它的动作特点。第二个主要的特点，身体的重心的变化，它是在十腿或者十脚而转，我前脚不是扬起，而是虚实变化，近似于贴着地面，在地面做了一个扇面形的转动，这个在太极拳里称之为碾步，有的时候我们也称之为叫落地梅花。河南温县赵堡镇人何兆元出身中医世家，自幼习武，师承一代太极拳名师陈清平，通过对人体生理的大量研究，以体用一致为要求，促进拳架、推手、散手三合为一，创何氏太极拳。何氏太极拳它有一个说法叫步活圈圆，它每个动作都是用圆表现出来的。何氏太极拳打起来，它这个步伐是很灵活的，每一个动作步伐都要分出这个虚实来，步伐灵活，进必跟，退必随，然后处处走圆，没有这些明显的发力扭动阵脚，很自然的一种状态，讲究一个自然，这也是中医的一个天人合一的这么一个观念在里边。清末河北大兴人吴建全，满族，自幼跟随父亲学习杨氏小架太极拳，在不断的钻研和修改中，去掉重复和跳跃动作，以柔化见长，创吴氏太极拳。吴氏太极拳的特点用16个字4句话描述它，第一句清静柔化，第二句紧凑舒伸，第三句协中预正，第四句穿姿不行。河北永年广府人吴宇香出身望族，博览群书，拜陈清平为师，在钻研陈氏太极拳新老架势的基础上，将内气用于武术的理论发扬光大，创出姿势紧凑、内气前转的太极拳练法，后人称为武氏太极拳。他的最显著的就是脚势小巧紧凑，在脚势的要求上，要求高不过眼，圆给聚气，它是转化都是有尺寸的，要出出接到收到，接回来收回来，一出一回都是上下相随。再一个主要特点，以内气前转支配外形，内的意气就是松沉，外表配合开合。在武氏太极拳上，开合是指两个手手腕外旋为开，内旋为合，在合的时候，周身骨节肌肉群都有内收的意思。开就是分离的时候为开，在开的时候，意念意气，周身骨节肌肉群都有开闸之意。再一个就是势腿抓，外摆内扣都是以势节来调整，这样一跃往前一蹬腿就可以发上力。河北保定望都县人孙禄堂，在近代武林中素有虎头少保、天下第一手之称，从事于武氏太极拳名家郝维珍，之后参合八卦、
形意、太极三家拳术的精义，融合一体，创孙氏太极拳。孙氏太极拳呢，最本质的特点是以形意拳的内外合一，八卦拳的动静合一，融续在太极拳的中和状态之中，走架时无上下起伏，左右晃动，通过活步使中心不断地在转换当中运动。孙氏太极拳的活步特点呢，就是特别的明显，一个是进退相随，动作非常敏捷；二一方面呢，它随时保持啊充分的机动，这个进步必跟，退步必撤。六式太极拳外形动作有着明显的差异，陈氏太极拳缠绕螺旋，快慢相间；杨氏太极拳舒展大方，柔中寓刚；何氏太极拳步活圈圆，自然从容；吴氏太极拳斜中寓正，穿字不行；武氏太极拳小巧紧凑，内气前转；孙氏太极拳步法灵活，开合有致。陈氏太极十四式陈长兴所著的《用武要言》，是太极拳技技的高层次理论。起手如闪电，电闪不及合谋；击敌如迅雷，雷发不及掩耳。发手要快，不快则迟误。可见不讲究快的太极拳是不可能用于技击的。陈老师，我们常常看到太极拳的套路是很慢的，那么为什么攻击的时候又是非常快的？不知道您是怎么理解这个问题的？它慢呢，是为了慢慢的形成，以丹田为核心，一动全动，节节贯穿，一气贯通，为了完成这个运动体系。哦，那么这个运动体系呢，能够适应客观条件变化。嗯。那就是对方进攻的时候，把他进攻的速度变成你的动力。哦，你比方他突然推来，噌一变，哦，他能把我推快，哦，我的静止不动，我有这个运动体系，有丹田为核心，我在这没有动，他进来，唰。第二呢，形成这个运动体系以后呢，适应客观条件变化，不失去这个核心，那他必须从这慢里头。达到慢而不散，快而不乱。哦，那没有这个慢而不散，没有这个建立这个运动体系这个过程，嗯，是不能够有那个快的效果的。哦，所以这是必经之路。哦，从慢着手。太极拳的理论是你不动我不动，你要动我先动。为什么先动？因为它放松了，提前放松了。哎，提前放松了之后呢，他想出手的时候，那马上啪，他拳头就出去了。所以说呢，放松就是最快。可见太极拳的快是绝对的，慢是相对的。要想做到起手如闪电，放松是最好的手段。松是太极拳的第一要义，那么松是如何实现的呢？第一点，嗯，光松是不行的。哦，你比方我这骨节，嗯，它位置不对，嗯，那能松下来吗？对，松不下来。对，首先
到位，位置对，啊，那么才能松下来。动作要正确。对，这是第一。嗯。第二点，嗯，松多少？松多了也不行。松，是为了协调，为了服务这个运动体系。嗯。不是越松越好。啊、哦，是不是松的太多了就变成了懈了？对，那叫丢、哦、丢了啊、嗯。其实松在练习太极拳当中，它是一个手段，而不是目的。通过这种练习手段，而达到让身体更多的肌肉去参与这个运动，最后达到一个目的，就是周身自静和内外成为一家。松者。蓬松也，宽而不紧也，轻松畅快也，不坚凝也。这是太极拳名家吴图南大师在他的《松功论》中的一段阐述。太极拳的松是周身内外之松，无丝毫死硬僵固之意，带有松而不散，松而不乱，松中有神，松中相连。松乃太极拳之拳魂，人体在松的状态下，腰胯自由灵活转动，各个关节灵活无滞，筋骨顺畅，气脉贯通，亦无间断，各种功夫进法才能准确到位。虚灵顶劲，虚灵指什么？指你的脖子，镜像。顶劲指什么？指你的头顶的百会。以你的百会穴，或者说以你的头顶轻轻向上顶起的一种感觉，但是这种顶起是在哪个状态上？在虚灵，不是梗脖子。顶劲指哪儿呢？指你头顶有一种自然向上提起的感觉，自然向上。那么这两个动作，虚灵是在前面，首先把颈部要放松，然后再是顶劲。你自我产生一个上下对拔的感觉，当你有顶起来和你沉下来的感觉，是为了什么？为了把你的颈椎拉开，把下颚微微向下一收，眼睛向前一平视，收下颚眼平视，实际上还是为了加强刚才大家对虚灵顶劲的理解。含胸拔背怎么去理解呢？那么含胸拔背的目的是什么？是为了达到太极拳的一个理论要求是什么？胸宽，也就是通过你含胸的肢体动作，达到了你的横膈膜的向下拉，增强了你的肺部的呼吸量。所以说通过含胸拔背，不仅是对于身体肢体的要求，对于呼吸系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。哦，太极拳里它的转身是以腰宽为主，那么如何来松宽？那么要从两点来进行解决。一是膝关节，膝关节一定要自然放松，踝关节也要放松。一般来讲，翘起的脚尖不能超过60度，如果我超过60度，你看我踝关节是紧张的，这时候必然影响到我的膝关节，膝关节是挺直的，那么膝关节挺直，请看我的髋关节，股骨和髋关节之间呢，就是一个紧张的状态。但是如果像我刚才所说的，虽然是重心后坐，前脚尖翘起，我翘起的角度非常合理，没有超过60度，这时候你看到我的膝关节，前腿的左膝关节是自然弯曲的，这个时候你要求我把重心，你看我可以非常自然地沉下来，也就是说把你身体的重心坐到了你后腿，那么你臀部和后腿近似于在一个垂线上，这样我才产生了一个很自然的弹性，所以这一点才能做到松腰松髋。在动作过程当中，你的肘关节始终和地面保持一个合理的角度，也就是说把你的肩关节尽量的松沉下来，松的目的是为了把肢体拉长，使自己产生一个放长肌远的这么一个效果。
练太极拳讲究全身放松，虚灵顶劲，沉肩坠肘，松腰松宽，这些既是太极拳的基本要求，又是终极追求，需要练习者时时刻刻在慢练中体会和感悟。只有这样不断的练习，才能使周身各个环节都能随心所欲，达到灵敏和滑润，使各个关节可以向四面八方自由地转动。只有这样，才能保证发劲时节节畅通，极快地把周身之力调整集中到施力点去。不发则已，一发则迅雷不及掩耳，能松则快，能缓则内劲增长，不用力而自然沉重。太极拳的快慢，另一方面体现在它独特的技击理念上。吴玉香《太极拳论》第一句就提到，一举动周身具要轻灵，由虚贯穿，可见轻灵身法的重要性。练太极拳欲求技击，必须先求形正，身正形顺则内劲自出。练拳练的是身法，不是招式有多少。那么什么才是太极拳轻灵的上乘身法呢？简单的讲呢，就是以这运动体为基础，建立运动体以后，误差缩小到一定程度，这个动作呢跟内部协调一致，不用着力，那么这就叫会显得轻灵。要想做到轻而不浮，沉而不僵，达到一羽不能加，萤虫不能落的境界，太极拳提出了更多法则，遵循这些要求，方能功夫上身，立于不败之地。拳论曰，身臂端正为本，以周身自然为妙。太极拳讲究立身须中正，中正者不偏不倚，无过不及。立身中正不偏，方能支撑八面，静如山岳，动若江河。在太极拳十三行功格中说，立身中正抓华裔，因为人他是个立体的，是吧？立身它要有一个中轴线，中轴线上下这个垂直线正牢，抓法灵活。通过立身中正，能够达到了很好的平衡的作用，尤其在推手的过程当中，通过自己中正的身法，能够判断出对方的力量，手眼身法步的身法，在这里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，也是一个中枢的作用。陈长兴《太极拳十大要论》说，上欲动而下自随之，下欲动而上自领之，上下动而中部应之，中部动而上下和之，手动、腰动、足动、眼神亦随之动，如是方可谓之上下相随，方能达到太极拳更高一级的要求。手、肘、肩、胸、腹，对不对？对。下就是髋、膝、踝、脚。脚，对。如果上下能够相随，就能够以丹田为核心，一动全动节节贯穿。怎么叫随呢？首先定位，定位形成丹田核心。动的手以丹田为核心，上下牵啊，影响着上下一起动，一动丹田一动，手动、脚动、髋动、膝动、踝动。哦，处处都要动。对，处处都要动。太极拳的步法独特，王宗岳《十三式行功解》中有云：“迈步似猫行。”这是否真的是从猫咪的步法中借鉴而来呢？
非常慢、嗯、实际上就是说腿部力量的加强，控制自己的迈步。一般来讲，迈步如猫行，我们希望大家做到什么呢？轻、灵、嗯、稳、嗯、准。在步伐练习的时候，就是慢慢慢慢的形成了在缓慢的动作过程当中，非常轻灵的提起另一个脚向前迈出，稳住它，重心在不断的向前滚动的感觉。这样的练习对于腿部力量的加强是非常重要的。孙氏太极拳创始人孙禄堂，人送外号赛活猴，以身法灵活见长，步伐上亦有独到之处。孙氏太极拳也被称为活步太极。走拳时不能上下起伏，左右晃动，通过活步使中心不断的在转换当中运动，是进退相随。进退相随，哎，没有你间歇的地方啊。而且是快慢相间。拳论云：人之一身，运用拳在一心，而传神拳在于目。手眼相随，目随视住，是眼神与手法、身法协调配合，做到身形兼备，内外合一。太极拳的动作过程当中，眼神称之为两种，一种叫随视，也就是说我的眼神随着我的主动手或者随着我身体的转动，在我的体前向左或者向右做了一个扇面形的扫描。你看我身体向左转，那么我眼神随着我身体的转动做了一个扫描，然后我弓步向前，这个时候是什么事了？对，我们称之为注视，注意的注，注视。那么在太极拳的动作过程当中，实际都是从随势和注视，注视和随势在随时变化。太极拳身法、手法、步法、眼法要领是需要不断体会和感悟的。何氏太极拳创始人何兆元提出耍拳的练习理念，太极拳如何耍起来？这个耍字又是否能体现出前面提到的各种要领呢？他耍拳的话就是耍了一个从容自然，还有一个通过这种耍拳，通过这种玩耍，就是很松柔这么一个状态，长时间的去锻炼去盘架，他就可以把周身更多的肌肉参与你这个运动过来，随你的一瞬间从一个点把它爆发出来啊。所以说他耍拳耍的也是一种柔中求刚这么一个过程。神韵在实战中更是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。同时我们掌握了太极拳的身法，不仅可以用在练习太极拳的时候，在日常生活中一样可以融会贯通，它会使我们更加稳健也更加轻松。将太极拳的身法生活化、生命化，这或许就是太极拳健身价值的一种体现吧。太极正功解中说，太极者圆也，无论内外上下左右，不离此圆也。画圆行弧是太极拳重要的运动特征，更是技击实战的秘诀之一。世界上最基本的运动形式就是圆周运动，大到天体，小到原子，我们的古人在几千年前就有了天圆地方的认识。圆是完美的、饱满的、平衡的，圆在太极拳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诠释。从太极拳的拳理到太极拳的动作体现，再到太极拳圆活连贯的风格，从有形之圆到无形之圆，从平面之圆到立体之圆，圆无处不在。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太极拳中的圆呢？太极拳就是以太极这个理论来指导这个武术的练法的。太极最直观、最形象的表述
是太极图。太极图首先是一个圆，你比如他第一个动作，他一出来就是一个圆。这两个手，哦，看到两个手中间的这种就是在对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圆，对对对，都在画圆，哦，然后有这个立圆，有平圆，有这个斜着的圆，最后形成一个太极拳要求的混圆状态。太极拳是圆的运动，圆是太极拳自身的运动规律。练习太极拳必须在圆的运动形式上体会手法、步法和身法。人体在运动时，以腰脊为总轴，上肢以肩、肘、腕关节为轴，显现由立圆、平圆、斜圆所构成的多主体的弧形缠绕。那么各种圆在技击中的用法又是怎样的呢？平圆、立圆或者斜圆。对了，它是为了适应各个角度的击击需要，就击打的需要。啊，哦，有时对方从前面进攻的，嗯，那么弧形呢应该这样来的。哦，从后边进攻呢，闪是这样来的。哦，左边来呢，它应该这样，右边来是这样。哦，各个不同的角度击击的方法不同，为了适应各个角度击击的需要，所以变成前后左右。哦，也就是说根据对方的这个攻击的意图来确定我是用哪一种圆来化解。在太极拳步法上，下肢双腿轮番交替支撑体重，交替过程中完成立圆或平圆弧形轨迹的运行。合适太极拳有两个，在进步和退步这些动作当中，在进步当中有个野马分鬃，嗯，它整个这个步伐的运行是一个弧线，嗯，在倒撵猴这个向后退的过程当中，它这个步伐也是一个走的弧线，嗯，它这个弧线的话，它就是在这个技击当中啊。它有它的作用。嗯，这个你这个步伐上来以后，我这个腿在里边，它这个时候要体现这个倒撵猴。你看，这个手向前面一个领，这个步伐的话，就看，啊，对，对，看后边这样一个步伐，有这么一个步伐，对，啊，就是一个弧线，就是把对方，既把对方这个腿控制住，然后再往后边给他加一点力。啊，也就让他整个身体失去平衡，就失去平衡，然后加上手这个力，就是上中下三节。就把对方控制了。太极拳击击的特点就是要保持自己的平衡，破坏对方的平衡，这样才好达到胜利接力的作用。因为太极拳是个圆的运动，处处体现出来圆，周身上下各个关节对方挨那儿要用那儿的圆运动来处理。对，就是处理什么就是破坏对方的平衡，平衡，达到接力达人的目的。这样也就破坏了，破坏对方的平衡，对，保护住自己的平衡。哦，圆弧动作一定要松静、轻柔、沉稳、缓慢、自然的进行，越轻松越自然越好。练习太极拳要达到活的境地，气势必先圆满，至圆才能至活。圆乃活的基础，所谓圆则活，方则治。只有理解并遵循太极拳的运动规律，才能做到圆活连贯，犹如行云流水。太极拳动作讲究缓慢，姿势要求柔软，往往给人一种错觉，太极拳根本不能用于技击。要知道，柔软不是目的，而是手段。击柔软，然后击坚刚，正是太极拳技击的精髓。很多人喜欢太极拳是因为太极拳看起来很柔美，但也有人会觉得这怎么能算是武术，只是花拳绣腿而已。那么如何理解太极拳中的柔呢？柔实际上是应该说是以力点变化的弧形运动是柔，
直线是僵硬，直线是僵硬，僵硬。嗯，那么这个松跟柔它之间的这种关系怎么去理解呢？我们放松和柔的关系就是这样的，柔实际上是先要放松才能达到柔。嗯，柔是体现在外的，松是你要表现出来的。太极拳功夫中的柔，是内力冲贯之下的柔，无丝毫之重，无刹那间断，外观如行云流水，内察却柔韧刚强。作为一门武术，坚刚是技击的必要条件。那么太极拳的刚又该如何理解？所谓是刚呢，就是发劲。刚劲呢，跟这僵劲有什么区别呢？它是一动全动，一气贯通，这种劲呢叫刚劲。比方做一个发劲动作，腾，从丹田这个劲，腾，腾，这个劲，两种感觉区别出来了。对，刚劲就是一气贯通，节节贯穿，把全身的力尽可能的100%发到一个点上，叫刚劲。太极拳就是游走于刚柔之间，动静之中。刚体现的就是力，虽讲究不以僵力蛮力体现，但必须以强大的力量为基础，才有可能去论巧力、内力。力是武术的根本，没有力就无法用于技击。太极拳有八种基本劲力。膨在手臂，膨劲是八劲之本，是向上向外之力，使对方之力达不到胸部。捋在掌中，捋劲是向旁的横力，三分向下，七分向后。挤在手背，挤劲是向前推至之力，要点在于双手用力一致，两脚抓地前弓。按在腰弓，按劲是向前推击或向上掀之力，用时需顶头旋、含胸、拔背，用腰力发出。踩在食指，踩劲是以手抓住对方手腕和肘部，向下、向后、下沉之力。咧在两弓，咧劲是以两臂向左右上下挡开之力，用时要身躯配合，以腰带动。肘在屈时，肘劲是以肘击人，在近身时使用，有远拳近肘、贴身靠之说。靠在肩胸，靠劲是用肩胸背等身体部位击打，贴身时使用。膨捋挤按、踩咧肘靠八种最基本的手法，称之为太极八法。它是太极拳所有拳式的基础，太极拳技击离不开这八种劲力。那么太极拳的发力有什么独到之处呢？发力要论它的来，我可以这样讲的：松、活、弹、抖。这四个字呢，一下子要很难理解。进一步讲呢，就是把身法放好。没有发力之前呢，全身是放松的。放松呢，也不能太放松。就每一个肢体搁到合适的位置，比方说胳膊和手抬起来就够。那么你要多用劲呢，会跟内气形成阻力。不抬起来，不放到合适的位置又不行。就是既能放到合适的位置，又不多用力。这就是松的比较合适。在这个前提下，在每一个部位放在合适，自然就会形成丹田的核心。动起来呢，由丹田开始，带动全体。那么它的劲呢，就会有腾、松、活，有弹、抖这个效果。明显有一个弹抖的感觉。一个手，一个手，腾，两个手，侧面一样的。发之前是松的，那么发的时间越短越好。吴玉香十三式说略这样描述太极拳的发力方法，
起根在脚，发于腿，主宰于腰，行于手指，由脚而腿而腰，纵须完整一气。著名的太极拳学家陈新对此曾有过精辟的论述：太极者，刚柔兼治，而浑于无际之谓也。刚柔之性如弹簧，弹簧之柔韧曰柔，弹簧之弹颤曰刚，柔而不软，刚而不僵。太极拳以刚柔见长，有关刚柔的理论是太极拳立足之根本。所谓的刚呢，就是发劲，所谓的柔呢，就是慢的动作，慢的动作啊，变换的动作啊，刚中有柔，柔中有刚，对，纯刚无柔，不为剑，纯柔无刚呢，是空的，啪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他这一拳打过来呢，我首先躲过他的拳风。首先要躲过拳风，这个过程呢就叫柔。已经柔化了。对。力量柔化了。这个地方就以柔克刚。下去呢，就虚发相变。这个时候下去的时候，那个是刚的这种体现。对。变化转换这意思，叫以柔克刚。下边呢，我以柔克刚的过程，就叫虚，虚劲。我不是这样，腿要没了，对，他来的时候一虚，对，下边烫，要虚发相变，虚和发互相变化的。刚柔相济，实际它是讲劲力。我们在练拳的过程当中，你一个动作的形成，它是从不用力，也就是说从柔开始，到逐渐的用力，到你的利用力的顶点，这是刚的出现。那么从它的转换，又从刚的顶点到逐渐的减力，到最后完成。所以你看，一个动作当中就包含了劲力的变化，只有这样的去理解，才能逐渐的达到了刚柔相济的水平和效果。那对方呢不用劲，那我也不用劲，看两个人谁的柔化水平高啊。如果一个人的柔化水平高，他能感觉到对方的变化，那么呢再抓住对方的核心啊，再用劲发力，这叫以柔克柔。他柔我比他还柔，他很轻来了，我能引着他变，以柔克柔。他轻轻探听我的劲，你进攻我，我呢，轻探他的劲，最后呢，抓住他的要害地方。他这个地方也是在推，他在探听我的劲。他在也在探听您的劲。对，他是柔，我也是柔，我柔中变化呢，找着他的要害。这属于以柔克柔。对。有的时候发劲会同时的，那就是看谁的刚劲质量好。这样的。对。那不是会两个人如果以刚克刚的话，会相顶吗？这种。如果对方的质量差，一下就打散了，他现在刚劲。对。对，我们两个同时发劲的时候。同时发劲。比方你现在发劲了，他发劲了，我也发劲，腾一去。就您的比他更刚。对。看谁的基本功扎实那么一个强的一个弱的一样是刚能克刚。可见太极拳中的刚柔需要辩证的看待，以柔克刚不是绝对，以刚克刚，以柔克柔，未尝不是制敌的手段。太极拳就是这样，看似充满矛盾，却又能完美统一。刚柔如此，快慢如此，动静亦如此。以静带动呢，就是对方来得近呢，感觉到他怎么来呢？我从哪个方向、哪个角度，
怎么来调节变化。啊、哦。但是呢，它不是绝对的。哦，不是绝对的。对，你比方已经带动，嗯，你也已经带动，我也已经带动，嗯，那咱俩都不动，那能行吗？对，就没有对抗了。对，嗯、还有出奇制胜呢。啊、哦。找着对方的中线、弱点、虚弱的地方，可以首先进攻的。啊、嗯，不是一定要已经带动的。嗯，比如说我跟小饼，一上一合进，都得等待对方的动向，对不对？对。对，那么在这个时候，他这个地方弱了，嗯，这个地方气不够，我看着中心在这个地方，我就啪也可以下去。哦，突然袭击，突然袭击，对，哦，您先变化有一个进攻，哦，就不是一直已经带动的，哦，他没有动，我也可以动的。它是一种在技击方面的一种观察，如果在太极拳推手当中，就是除了观察，还有一种听境，嗯，正常人，他在打人的时候，抬手起脚，他都有一些预兆，来用脚踢，对。他这个预兆就非常明显。哦，我之前有这么一个稍微的晃动。有一个说法，对，这样的话，哎，你就对我就有防备了。防备，他就有一个说法，就是脚踢头歪。你这个脚要踢人的时候，你肯定把头歪起来。头要先歪，哎，然后再来平衡你这个身体。他这个拳打的时候，拳打膀炸，像出拳的时候，哎，这个肩就很明显。嗯，对，这个胳膊这儿就会，这个，对，这个又马上再出这儿就会出去。他还有一个侧身进步。左腿进步，身体你肯定要往右边侧，对，这个腿才能进来。对，一下去我就知道，哎呦，你要起身发人了。他这个就是也是一种观察能力，拳打膀炸，脚踢头歪，侧身进步，就是腹身后发。啊，哦，你不动，我不动，你一有这个动作，我就知道你要干什么了。嗯，就我就可以预先做一些准备，就是所谓的彼不动，我不动，彼未动，我先动。这在推手当中的话，就说听对方的力，对方是进的还是退的，是咧的还是踩的，根据对方的力气变化。你比如说两个人搭上手以后，两个手推我的时候，哎，如果推，这个时候你看我就知道你这个力要过来了，就是你我一知道你这个力过来，我就不用考虑，我直接把这个力就化掉了。动作是受意识来支配的，你如果动，这个意识已经给你发了一个命令了。如果你想再撤回来，那肯定是没有我直接走的就快。对，已经没有时间了。就是彼不动我不动，彼未动我就先动了。在练太极拳的过程中，从开始一个人对动作的领悟，慢慢会进入到两个人搭手的阶段。在何有禄先生的讲述中，我们听到了一个名词，就是听劲。听劲是两个人接触时最先要掌握的技法。那么什么才是听劲呢？就是我通过肢体的接触来判断一下对方的力量的大小，对方力量的角度，对方力量的速度，对方力量所要运用的方向和进攻的方向是什么，也就是他的意图是什么，这就叫听劲儿。听不是用耳听，而是肢体的微妙的感觉。在太极拳的习练中，搭手阶段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太极拳的推手，这是体会太极拳理论的一种方法，是更加接近实战的一种训练。无数武学前辈都是在互相切磋武艺，然后在自己揣摩再切磋，这样一个往复的过程中提高自己的功力，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也提高了自身的修为。太极拳推手是进行二人徒手对练的一种形式，是练习动筋摸筋功夫的一种方法。练习套路是制击的功夫，练习推手是制人的功夫。必须在练习套路有了一定的基础上再练习推手。太极拳属于中国武术的范畴，那么武术就讲技击，太极拳的在练习过程当中
它仍然有技击的方面的体现。太极推手就是两个人在徒手当中进行一种彼此的感觉的练习。太极拳在技击上别具一格，特色鲜明。它要求以静制动，以柔克刚，避实就虚，借力发力，牵动四两拨千斤，主张一切从客观出发，随人则活，由己则治。四两拨千斤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，推手练习可以让我们逐步的体会。那么太极拳推手有什么特点呢？舍己从人在和氏泰拳当中也有一种通俗的说法，叫要啥给啥，就是在对方拿你的时候，或者对方控制你的时候，在控制哪个部位要舍得给他，这样拿的时候千万不能顶，就是完全要顺他的劲去走，把这个劲开，拿到这个样子的时候，已经我这一个手反而把他的两个手控制住了，然后这个手再顺着他的劲往一走开，步伐一进就把对方控制死了啊，对，这个劲我也就跑开了，他就无法站立了。对，这个就是一定要把对方这个力啊，要顺着他的劲去走，这是所谓的他要这个地方给这个地方，就要啥给啥。其实也不是要，就是全给了，全给了，我不是就被动了？对对对，就顺着他的劲。对，他就是顺着对方的力去走，在顺的过程当中控制对方，反而就让他成为一个北势，也就是被动的。在这个时候他落空的瞬间成为被动的瞬间，我就可以乘势借力。乘势借力是一种比喻，实际上也是一种手法，也是一种实际的应用。也就是说，当两个人在肢体接触的时候，对方有进攻的时候，我要什么顺着他的这个动作的方向，然后呢在他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，也就是他或者说是讲他在撤回的时候，我顺势而进，这就叫什么乘势，趁着他进攻的方向，然后我再借用他的力量，再增加我的一点力量，产生一个动作效果。那么这就谈到了推手当中的什么呀，虚实变化，就是己不动彼不动，彼微动己先动，这就是一种先知。所以这听劲儿重要，那么借势更重要，才能发力产生效果。如果说对方是一种直来的一种进攻方式，那么你看，那么我采取的我不是直来直顶，你看这是顶上了，两个人僵住了，那么我采取什么，他直来，你看我是侧向，这叫顺势，顺着他力量的方向我来做了一个变化，然后当他感到不舒服向回撤的时候，这个瞬间是什么，我借用他向回撤的这一瞬间顺势发力。这个引颈落空啊，在太极拳中占有很主导的地位，因为太极拳以引颈落空借力倒人为宗旨，引颈把自己推对方推砸的劲儿，不要给对方形成顶劲，要顺遂，顺遂叫对方临到在我的这个空间以内，叫你落空。落空这个表现有两个方面，就是借力点落空，借力点落空，这地点不好跟，你按我嘞，你往下按我，我要往上给你是顶，我叫你落空，你看我这要调整，我一调整，对，你往下按完没有东西了，没有了，稍微没有了，对，这就叫你落空了，落空了，使了劲到了，他虎就往下起了，对，再一个不好跟时候，你看你推我，你推我，我利用阴阳的跳，叫你接根起了。对，再一个你看吧，这劲儿站不着了，是，就整个身体就是，整个身体失去平衡，引颈落空主要的效果出来就是叫对方失去平衡。刚呢是发劲，大家都知道的啊，柔呢就是变化不发劲，那么对方在用劲的时候呢，我们呢用柔化的办法呢，改变对方用力的方向，对方是照我们的中线来的，我们改变了对方用力的方向呢，
就把他的劲化解了，这叫柔化。那么在对方失去平衡的时候，我们的刚劲来发，发他的合适的部位，这叫柔化刚发。小军推我了，推我，他推我的中线了，推我再看我这海心呢，在这里推我，推我，推。哦，不能跟他一。他的力点呢，不到我这中线来了。啊、哦。这个过程呢叫柔化。啊、哦。你给他柔化掉了。那么他柔化，他的力点到这姿势不对了，我这刚呢在这呢，下去啊。嗯。我这一去呢，这叫刚发，还要进入我的中心。嗯。那么我呢，变化牵引他的。用的方向啊，不到我的中心，到另外一边去啊。在这个时候呢，他也失去了中心啊。所以说，我牵引他的过程呢，嗯、是我虚静的过程。虚静的过程。对，他失去中心，我虚静了、嗯。那么一发，突然发力，就发到他的要害点。在柔化的过程当中呢，变成虚静啊。在对方失去平衡的时候，变成发力。发力啊，正好体现了一个一虚一实的一个变化。对。对啊、哦，原来是这样体现的。对，不是首先要打人，嗯，首先要化解它，保存自己的运动体系。嗯、我们跟随邱慧芳拜访传统太极拳名家的旅程告一段落。太极拳似乎已经被慢慢的揭开了神秘面纱，但是名家们的一句“秘在揣摩”，让我们感觉探索的路似乎才刚刚开始。探索太极拳的奥秘就像是打开了一扇扇大门，在这一过程中，我们都享受其间。